娄底湿境内有滋水、涟水两大干流和189条1至4级支流，以及水府庙、车田江、白马等大型水库。针对辖区多水域的特点，为检验民兵水上应急救援能力，设置了生死时速这一环节。科目规则：两队依次驾驶冲锋舟，从指定水域出发搜救溺水群众，接近后抛投不少于3个救生圈，将溺水群众救援上船，时间短的一方获胜，得10分。规则宣布完毕，两队大开准备，下救针，发网针，内后针。根据抽签顺序，低星队第一个上场。报告，底薪队准备完毕，底薪队出发，预备。我就安排刘峰跟那个李西西，我说你们两个哥哥那个，我负责你那一侧附近那个水域，李军你就负责把船往前面开就行了。按照赛前分工，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搜救比拼开始了。因为我是接触冲锋舟，我有7-8年了，包括中间有抗洪抢险的经验，每年都接触，所以我的这个操舟这一方面，还是平时都有一个观察，一个技巧。操舟手李军在2017年7月1日娄底特大洪水抢险救援中，驾驶冲锋舟一夜之间成功转移受灾群众300多人，荣获2017年度娄底好人